好的，罗兰游戏，大家好久不见，我是 Alan。 我今天买了一台，Noshi 出的 XLE 的1:5，那5:1的四轮遥控车，这一台真的很大台。它外观就长这样，这边它做的蛮精致的，而且它的特色就是真的很大台。给大家现在在看，你看我手这样哦，它比我身体还要大，整个到我两个手肘这样。我们等一下开箱看看，看它实测到底长怎样。说明书，其实这种车子的说明书很重要，以后维修啊，或是设定啊，其实都是需要靠这本来研究，所以这本要好好留着。然后这个是遥控器。枪型的遥控器，质感做得不错。它这些都可以设定，应该是算一个品质还不错的遥控器。好了，最重要就是车子本身，大概有点还拖不出来。我昨天刚好有刻度，看一下大概多大了。它头大，我应该有87公分哦，跟我昨天大概一样大，超巨大。我再拿起来，大家可能会比较能感受得到。跟我身体比起来，那台诺姐跟我身体一样大。我往下给大家看一下，那大家应该看得比较清楚。因为它，你看哦，它这前后避震的地方，而且它的行程蛮长的。这种越野车在弹跳的时候落下来，它需要一个吸收的阻力，很棒。好像床哦，我都觉得这台应该可以拖得动我吧。改天来试车看看。我先拍一些内部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椅子超级大 ，Noshi。不过它轮胎是马吉斯出的，台湾品牌，不错。做人的设计超拟真的，
觉得这应该是目前遥控车里面最大台的。你看，跟我坐的一样宽，长度也是一样长，真的好夸张哦。所以它这个是有设计 LED， 晚上的时候可以照明。我现在帮它装上电池，我先开里面给大家看啊。他们这个设计还不错，它因为它有两个快拆扣，然后只要两个用力扳直，它就可以开。然后是这个上掀盖设计，完全就跟真车一样。你看它，它的驱动马达多大？这是我的拳头，跟我的拳头一样宽。超大的，因为它是四轮传动的，所以它会有前后的传动轴，就是前后的传动轴。好，先来装电池看看。是我跟厂商买，然后它是从美国订进来的。所以它本身都没有附电池啊那些的，所以电池基本上都要自己买。然后这一次的电池，因为它是可以用到 8S， 所以我就准备两颗 4S 5000热的电池， 14.8 D 的。但是因为他们国外的规格，他们是使用这是什么的插头？看一下。EC5 插头，然后把它转成 T 插。用之前我先帮它装一个电池的监控，它插上去的话，就是你没电的时候它就会响，就是你玩的时候电力啊如果下降的话它就会响。然后我先把它设到 3.7， 低于 3.7 的时候它就会响。好，现在有电池装好，先开机看看。应该是这个吧。这扭力太强，它把整个我的坐垫都往后弹了。我把它搬下去。先把它下面架高起来看看，而且它车底它是塑钢的材质，还是纯钢的，很硬的。先跑跑看，先测一下。好强的扭力！啊，这排风扇。笑得好强，好夸张的力量，我真的想出去玩一下了。我们等一下到外面玩玩看 ，Let's go。那我们现在来试吧，它扭力非常的强，注意看喽。
发生什么事？翻车了。卡草，对啊，一些维修工具还是要带。你是要拆掉？没有，它螺丝松掉，把它锁紧。想到要整理这台车，我就有点头痛，因为你们看，它虽然有防护壳，但是里面全部都是草。然后，毕竟这是越野车嘛，整个车壳全部都是土。不过这样比较有实劲的 feel。你看，他还互相看着对方。里面的人发生什么事情？里面的人是骨折了吗？脖子扭断了？没有啊，他的头是可以动的啊。副驾驶都在跟驾驶说。跟驾驶说：“哎、欸，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。”我还不错，蛮好玩的。因为毕竟这台它是四驱的，所以它四个轮子都有驱动。好吧，我看这些我回去再慢慢整理吧。应该这整理要一两个小时。如果要慢慢擦的话，我先把它倒一次好了。好，那你如果喜欢我这类型 RC 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然后并且帮我按赞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，拜。发生什么事？